好，我们来看宅实验了。今天的宅实验叫做“当钞票遇到瓶子”，玉恒答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实验影片。我以为又是威力啊，动哦，不会打哦，这没有很难吧？把我的镜头转到我们的实验室了。由我们没有很难演员率先登场。哎呦呦，啊，成功！成功！真的是没有很难嘞，好不好？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们还做完实验。你只要有足够的空间就可以了，跟小孩子的成长一样。哇，你这样看起来好像大神哦！哇，哎呦！哦！哎！你要干嘛？那我来踹一下，嗯。没倒没倒没倒，用敲的啦，用敲的啦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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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像我家楼下施工的，那个频率很有敲，干什么啦，干什么啦，抗议啊抗议啊，僵尸等真的木箱，快点啦，可以啊，哎呀对啊！来了，来了，快打呀！对啊！每次吃面的变瘦了，有哎，变下巴哎，我也变瘦了，很累。变下巴？有哎，好尖哦！我们里面最瘦。哎，你先拍照喽。喉咙在压缩，吞不下去。你要水哦。吐吐吐吐吐吐。为什么弟弟都会干这种事情呢？哎，低了低了，弟弟弟弟。哪一家弟弟会这样哦？弟弟，来来来。哒哒哒哒。而且你的叫声好罐头音效。大家以往有听过什么特别的禁忌吗？因为我们家一直没有，但是聊天室禁忌是很多。真的，我打开灯，然后吹口哨。那鬼门都开了，你还敢吹口哨？为什么啦？吹口哨也是那个日本的以前日治时代的事情啊。就是晚上他们好像要交流什么事情，会用口哨来当暗号。啊，你如果一般民众吹的话，他们就不知道那小一三小。坐时光机，然后回到了日治时期，然后早上看到一个日本人就在外面，然后偷偷。可以 blow me with 吹金武门的歌啊！我的梦，你信不信？他哪里懂啊？是不是日本人也没听过啊？是的，有没怎么有听过？那个日本兵，将水倒入瓶内，摇晃水瓶两次，然后透过瓶身的显示内容，红色 bad， 黄色 moderate， 绿色 great， 就可以了解到黄色是什么意思？黄色就是。妈的嘞，太糟了吧！哦，我们来测一下西边的水好了，行不行？我们来测一下户外哦吼哦，我可以哎、欸。然后发现这里的水是妈的嘞，基本上如果你们在台湾，你们两个已经死了。Yeah， 重金属日元小教室。日元。Yep。你有带头脑出来工作？太过分了吧！你再讲一次。就这种情形，温めますか？啊，嗨，加一元六折啊！加一元六折有需要吗？没有，最后犯错是，光主现在第四件事的，光主买送呀，就是要不要加热的意思？你他妈哪一面他妈加什么呀？我操！我翻一遍塑化剂，或是另外一种方式是清洗吗？是吧？比较少会。今天有清洗吗？是微波炉那个气吗？对，叮那个声音。哦。他问我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
叮叮。Hello， 叮叮的可大声。那可嘞，叮叮。哎，不行啊，他说 Hello， 可嘞，叮叮。我要去日本了。你这是性骚扰。再一个。Fukuro 就是袋子。Fukuro。那泡澡嘞？哦，フロ差太多了。那爆炸头呢？啊，フロ啊，你好厉害哦！好无聊、哦。你如果把这个再拉长一点的话，会变另外一个东西。是什么？毛腿在。然后就有一个穿黑色的衣服人出来了。为什么只剩下毛腿不拉出来好不好？日本的便利商店它其实分很多很多种袋子。欸你如果要环保，就刚刚说，全部一緒に入れてください就好。入れてその放进去，太麻烦。我听起来有点涩涩。真的，入れてください。我直接把袋子全部推下，全部嘿。可以，出来，还 TPA 衣服都穿出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冈普朗克。你好，我最喜欢打手枪。OK，可以。欢迎中干，今天才知道。Purita 多功能灭菌器，听起来很耸动。哇。专门为家庭牙刷消毒，那还什么多功能啊？就是牙刷灭菌器啊！真的假的、啊？我自己经历过。我的天啊！那个蟑螂就是牙膏，它是像这样一条这样平躺在洗手台上这样，然后那个蟑螂它这样，然后它是这样，它这样立起来。啊？哇，吃到这么倒立哦，真的，他立起来，然后就后面的脚就超高，站得超直这样，然后站在这个上面，然后头就直接插进去，倒立姿势，哇，超给嗨哎，真的哎，他就是那种整池都啤酒，整个人插进去喝，真的哎，哇哇哇，喝到起揪，是不是有什么？而且我看到，我真的也不敢怎么样。不敢打扰他，我不敢打扰他，万一打他转过来，然后水就要白白了，干嘛？啊！老师过来咬我，跟僵尸一样，我就很怕。他们想说，把灯关起来，把门关起来就走了。然后留一张纸条跟我爸说，那个楼下的牙膏被蟑螂吃过了，不要用。一定要盖盖子啦，真的吓死人，真的太恐怖。所以像这种产品，或许就有用处了。没有，里面都住满蟑螂。蟑螂屋原来是蟑螂屋，这里是食物库吗？好爽哦，还有毛可以刷背。里面买四个毛，四个蟑螂在里面。难怪，他们家蟑螂应该油油亮亮。这个就是你知道那个蟑螂的卡拉达。今天呢，一样会有演员的日元小教室。这是三姨帮我们准备的，哇！就哎，你们没有想要问的吗？我没有，不是、啊，你要先讲完，我们才要问啊。老师，你不上课，一直盯着那个老师好了，一进来开始，好，我们上课了。好紧张哦。各位有什么想问的吗？你们教啊。南米诺尼就是一般的大小。我们是一般的，我们不用学，因为我们只会点大碗。好，那大碗就是欧摩利。欧摩利，你可以用日文问他说，请问你要啊什么什么？すいません、あのサイズはどちらを選びますか？欧摩利。OK。有钱。怪人呐、啊！那你再问我一下。すみません、あの波盛りにしますか、大盛りにしますか。波盛りじゃねえ、大盛り。好讨厌！太怪了，真的这么怪人、啊。奇怪，日本综艺节目出现起来了，白痴哦、喔！你好像那个扭蛋。哇哦！嗨的。老板爆，我换一坨新的面。呀。呀，也太好了。给我一坨面。给我一坨面。然后老板就拿那个，老板拿那个这样，对对，给你一坨面。哎呀，走呀，老板，老板，麻烦给我一个卤肉饭加蛋，噔噔噔。但是我们的鸡蛋已经卖完了，噔噔噔。我觉得这个。我才不要！你才不会，店里卖完不会直接骂人家干爹，太过分了吧？
女人体验男人被踢蛋蛋的痛楚。哦，哦，连表情都差不多，真的。哦，这个动作很像，好像哦。I couldn't stop it. It just kept going. 真的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夸张？等等等等，大概要二十分钟，半个小时左右上下。哦，那你们有自己不小心用到过吗？很长啊，小时候很长，他妈都是小时候。我不用小时候，我到现在都还会啊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就可能讲那个男的，然后你们提起来之后，从下面打一下。哦，对，一起来就啊，然后就要这样腿微看了这样。先进入那个 EVA 电不够那种模式。最夸张的就是踩那种毒平衡感啊！对啊，有，然后就掉下去嘛，是不是？我们热血硬派的死亡音效，不，我就危险，不要跟大家开玩笑，很危险，真的。蛋蛋就是内脏，好不好？对，悬在外面的，悬在外面的内脏。我真的奇怪，他为什么要长在外面啊？散热。哦，他长在胸上哎。依照人体的演变来看，如果蛋长在这边的话，懒觉就会长。好吗？希望你可以有点以后，再也不会朋友啊。男生跟女生聊天偷看人家胸部啊，哎，刚刚他们就说，哎，你要是偷看我老二，是不是？然后睡午觉的时候这边都鼓鼓的这样。他说，哎，看不看？不行，这是正常生理反应好吗？真的，现在是性别歧视吗？哇，那男性就不能趴睡嘞。对啊，对哦。你睡睡就他的睡了，都睡着，都只能说是给他点空间。你如果趴睡睡醒，就会变成那个驼背。你们以后都会。你们以后是不是就有一个洞的衣服？可以露一些线，不错嘛，露白痴啊！雅思雅思。鸟屎回归，耶！还有小六，哎，成功回国，聊一下，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去冰岛玩的事情，这样子。听说那边物价很高，应该也不会太贵吧？顶多再怎么贵，一个人大概500块，差不多吧。嗯，我的 menu 一翻开，最便宜的炸鱼薯条2950克朗，算台币大概1000块，超贵，超贵，真的是贵到真的是。笑出来哎，不，已经不是那种打开说很贵啊，是打开就哇塞，贵到没有打开哇，然后唯一的东西只有鱼子酱，怎么办啊？这几天应该就是吃这个了，把它当饭吃好了。贵哦，超贵的。我有天晚上去看戏，我就坐计程车去，这样他就问是哪里来的，我说哦台湾来的，他说哦那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很冷？我说还好，台湾也是有很冷的时候，没想到一直下雨，天气还好。有点可惜，他说今天天气已经非常好了。然后因为冰岛有那个监视摄影机，然后他们是全世界都直播，所以你可以看。然后城市里面的那个刚好就是照波宁湖。回台湾之后，看那只黄蜂吧，那个鸭子在那水面上，就只有一天晚上是很冷，是真的被冷到。对，是我们去看极光，因为要坐船出去看，这样一下船。因为我们要穿他们的那个连身的那种御寒衣去海上，对，我脱掉的时候，两个人走在路上，好冷哦，赶紧的。开车往东部就是满地，满地都是羊，满地都是羊，满地都是羊。我们本来想说下车拍一下那个羊，这样一下车，然后羊就这样看着我们，然后这样跑掉。开路上，我说为什么羊会躲我们呢？还是他们知道亚洲人会乱吃？像他们的马，他们没有别的品种马，只有冰岛马，都小小只的，小小只，然后。刘海都是现在就是沙最流行，就是沙宣的杂志会看到的那种斜的齐刘海，每一只马都长一样，都是这种斜的。我不知道，可能他们同一个设计师吧，我不知道。没马，然后小小的马，对啊，一个设计师，对啊，马就一个设计师啊。去之前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去年有去冰岛，他就说，我跟你讲，亚洲男生那边超夯的，因为亚洲男生很少，然后我们就很喜欢亚洲男生，然后我们俩想说，哇，跟你讲这一趟冰岛，我跟你讲，生两个小冰岛马回来，就走在路上的时候，看到真正的冰岛人的时候，我想说。
我们两个走在这个岛屿上，基本上就是两个哈比人走在魔界上，就周围都是精灵跟帅哥人类这样，然后我们俩就是哈比人这样。然后他还说，我现在看他们好像在看那种画质很好的游戏，很流行一夜情，可因为他们人真的太少了，所以很容易就睡到远情，所以他们有一个政府官方的 app， 你可以输入你的名字跟你现在要一夜情的对象名，然后可以查看你们有没有血缘关系。好夸张哦！超酷的，因为他们人太少了，那就是一个大部落。对啊，一个不小心就睡到，对，一个不小心就同一个阿嬷。对，会一不小心睡一睡，然后过年拜年的时候，哎，叔叔阿姨，哎，是你，还拜年了，不小心就睡错人了。来拿红包，红包。去十二天，我没有做到一个马桶是我脚可以站到的，平均身高超高。